呢，艺术水阁好，佫将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讲台湾的俗语，讲做山，讲做山的话，讨海，讲讨海的话。佫将今日来讲，讲掠鱼，渔业的俗语几多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讲河流，咱知影。河流拢爱闷空，爱歇伫空内。不过河流一款性，或者河流顺便空，伊无咧家己挖空哦，伊拢看迄个有边的空。河流顺便空，我爱讲去找阮知己的名主持人、广播界的头兄，甲我名同款一个国阿国啊。结果因伫办公室咧创啥？因伫因家己电台咧团购。赶紧吼，大家捡做伙要买较俗，安尼叫做团购。佮将讲单吼，河流顺便空，顺便互我插一个，互我斗一分，看买啥拢装好啦。结果阿公兄讲讲，加在你今日你有来，好吼，昨吼，阮安尼团购千几块啦，真欢喜啦。结果吼，咱楼下迄个助理，逐天来电台上班煞对无着，我甲笑，笑讲近客打无准，有影。近客打无准，原来渔业，原来讨海人咧讲的俗语，就是明明踮伫咧溪边哦，结果吼，人船帮驶去啊，你打无准啦。本来想讲，这都变的啦，这都伸手都有的啦，稳硬稳实的啦。那冬球，吼，国种唔是咧讲跋筊哦，冬球这正当的运动，空口球、凊彩食都有。结果到尾啊，近客打无准，这句话就是叫人唔通靠势就对啊。近客打无准，伊倒无着。今日大家挨挨杂杂，所以家在国政啊，你今日有来。不过国政啊，你一个性格唔好。我讲，但是啥物性格唔好？你也无看阮伫咧团购咧买啥啦？你就讲吼，买啥拢甲我插一个，拢算我个业。安尼吼，有当对我是贪俗买高山呢。即话呾讨海人，甲鱼有牵连的俗语。人呐贪俗，就去买高山，高山介大只介大买。不过迄个鱼啊嘛，就歹食。所以贪俗买高山，就是讲人吼。安尼得便宜无影啦，到尾会吃亏到位啦，所以人唔通贪俗。阿公兄咧甲我劝，我咧讲有影有影，他阁聊咧聊咧讲，啊到底恁今仔恁团购是咧买啥？我唔爱甲恁讲啦，唔爱甲恁讲买啥，总是好物件啦。我是要招你研究研究，讲渔业的俗语真趣味，你甲听听讲河流顺便空，就是咧讲河流的性。咧讲近客打无准，咧讲贪俗买高山，就是劝人做人，爱甲人照起工照整理，有较长啦。